早前亚洲电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盛品如先生、高级副总裁叶家宝先生、亚视中国董事长金华先生、助理副总裁冼伟智先生，联同历届亚洲小姐、亚洲先生以及亚洲星光大道成员，专程嚟到华北衡水市出席恒丰理想城2013亚洲小姐竞选衡水湖华北赛区新闻发布会。第25届亚洲小姐华北赛区竞选在衡水湖举办的一项2013亚洲小姐竞选衡水湖华北赛区筹备协调小组对这次赛事的举办表示衷心的祝贺。正式启动赛事的程序，并积极宣扬这件盛事。美丽衡水湖，亚姐心风采。既然来到这个地灵人杰的地方，自然要欣赏当地的湖光山色，体会衡水市民的热情招待啦。哇，衡水呢一度咧真係好靚喎！大家見到啦，周圍咧都係自然環境啊，仲有好多咧荷花啊！我最中意就係荷花噶啦，你中唔中意荷花啊？中意啊！中意啊！我其實咧今次係第一次嚟到衡水呢一度啦，咁啊真係大開眼界啊！冇諗過咧，原來北方呢一邊咧都有啲咁靚嘅湖啦。咁啊頭先咧啱啱做咗一個發佈會啊，就係、是、宣傳咧我哋第25屆嘅亞洲小姐咧就已經開始噶啦。咁啊希望咧呢一度預祝亞洲小姐咧嚟緊呢一年咧成功。今年是亚洲小姐选美的第25周年，我觉得对亚洲小姐的选美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应届的亚洲小姐呢，都获得了很不错的骄人的成绩。我希望在2013年呢，期待我的可以说是师妹们的优秀的表现，然后期待她们也能够创造同样的精彩和奇迹。所以在这里呼吁有志的美女们都来参加，谢谢。ATV 2013亚洲小姐竞选，贵为我台的大型盛事，全台上下自然都万众一心，希望可以吸引更多有潜质的佳人支持啦。咁今次我同阿克咧，亦都专程嚟到衡水啦，嚟到撑呢个亚洲小姐嘅活动噶。咁我哋两位咧，亦都唱咗自己嘅拿手歌啦。咁啊，希望呼吁各位靓女咧，可以嚟报名参加亚洲小姐。系啊，呢个系一个好难得嘅机会，快啲嚟参加锻炼下自己啊！